很开心今天可以到蓬莱国小跟小朋友一起参与修复壁癌的工程。那一进到校园，他们就用非常洪亮的歌声欢迎我们，让我们更享受于就是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。那我们也会非常热衷于富邦的公益活动。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蓬莱国小这样的一个学校哈。那今天跟孩子们一起粉刷教室的过程当中，感觉到就是说一起就是互助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棒。那也发挥了在富邦帮助别人成就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理念，那也希望未来有这样的公益活动，我们都能够竭尽所能的，就是排除万难去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发挥我们富邦的公益大使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。